讲说，我也没有去问他，我也没有来关注我，没有问也没有取消关注，一开始就没有在关注。可能没有，可能我们会到尾牙现场才发现说，哦，今天是你，或者说，今天没有你，我跟你搭档，这样，不熟，对，也不用蕊了，就直接上。对，没有互相问说今年接到多少单，真的没有，没有。我们是不是有个厂商，我们是快死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吧？有老客户，老客户，今年还会再去回去找他们，也是非常感谢他们。那你们直接来一下吧。当然要水涨船高啊！我还以为高速多久啊？是共体时间，你是不是用错？共体时间，共体时间。那今年尾牙应该跟尽量比起来，今年我们是多少高？错。OK 啦，就是慢慢的复苏嘛，这大环境大家都知道，这两年慢慢的回来，那今年会比去年好一些些，这样有大概几场，十五场，七八场，没有到那么七八场，慢慢来，毕竟有些他们还是比较观望态度。对，那你们两个合体大概七八场，加起来差不多七八场。就是，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，对，也有，对。哦，我们两个选项什么？我们两个选项说，我也没有去问他，我也没有来关注我，没有问也没有取消关注，一开始就没有在关注。可能没有，可能我们会到尾牙现场才发现说，哦，今天是你，或者说，今天没有你，我跟你搭档，这样，不熟，对，也不用蕊了，就直接上。对，没有互相问说。真的没有做这个，没有。那两个加起来是八场。对。不爽曾经是尾牙的冠军，今年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落后？会不会？其实不是今年，已经好几年就落后了。落后了，已经落后好几年。没有啦，就是刚聊到就疫情的关系嘛。嗯，对啊，那甚至有一些厂商。两年前本来要去做，然后呢，好像他已经先给定金了，然后这两年完全都没办，然后到今年终于说要办了，然后对，终于又回去了这样，所以有些是 hold 住嘛，一直 hold 住不办嘛，所以也没有办法。我们是不是有个厂商我们做的快死了？哎，对对对，对吧？有老客户，老客户，今年还会再去回去找他们，也是非常感谢他们这样。那你们直接来一下吧。当然要水涨船高啊！我还以为高速多久？共体时间，你是不是用错时间？共体时间，大家都这些企业商、企业主也不好过了，不是呢？都没有那么容易打水漂。就是有来找我们，都有空。